如果你觉得这个会有口水打流出来，闻一下这样子，闻一下，对，但是你一定要就是他一起去这样子，我跟儿子一起去，对，你明天一定要去，我等你来，一起来，一起去，不要再推他去，我带他就不去，我陪他妈妈跟他一起去的，妈妈爸爸一起，爸爸去，跟你一起去，一起去，把他里面，你里面要讲好，里面签字讲好，对呀，你们一定要一起，预约的时候他需要这些资料。你该离婚吗 ？OK， 你确定一下个明天才打电话帮你去问这样子，好吧？因为今天应该没人。今天吧，明天。美国每年吸毒致死人口达10万人，如果不幸染上毒瘾，应尽早求助，不然毒瘾只会越来越深。戒毒旅程绝不容易，是需要大家互相扶持。天下无难事，只要有决心，一定会成功。拒绝毒品，珍爱生命。